大家好啊！日本将限制外国学生学习和安全相关的技术，那么中国留学生呢也被日本方面啊特别关注。根据日本经济新闻近日的报道呢，日本政府将出台啊许可制政策，限制外国留学生学习所谓的涉及安保的啊敏感技术。日本产计啊产经济产业省计划呢，二零二一年呢。 修订外汇和外国贸易法相关规定，二零二二年度开始实施。日本高校若为在日留学半年以上的外国学生提供重要技术，校方必须获得经济产业大臣的许可。而所谓的重要技术，将根据防止通用设备及零部件转为军用和国际框架加以制定。 包括呢半导体制造设备、机器人等技术。日本媒体称啊，在推进人工智能、量子密码等尖端技术研发的日本高校中啊，来自中国等国的留学生不在少数，被指日常性的发生敏感技术外流啊。此外呢，日本政府还将修改规定，要求从境外获获取资金等援助的研究人员。 需向所属机构汇报。那不出我所料啊，大家知道我是半年以前啊曾经提醒过大家啊，给大家做过节目。我说日本在奥运会结束以后啊，一定会追随美国啊，对中国进行这个经济还有科技的封锁。那么现在看呢，日本这个奥运会啊，在北京冬奥会开始之前，那么现在日本呢，我觉得应该是已经准备好了啊。 那未来呢？包括啊，限制中国留学生像美国一样限制中国留学生赴日留学，啊，很可能会有一些类似于美国啊排华的这种情况发生。呃，日本呢有很多高科技啊相关的技术啊，但是呢，从刚才讲的这个新的规定，二零二二年实施，所有的相关技术，你想交给外国人啊，叫教授给外国人，一定要向啊日本的。 经济产业大臣汇报，并得到经济产业大臣的许可。那日本未来呢限制中国留学生啊，其实呢，我觉得也只是刚开始啊，后续呢可能还有这个像英国啊、欧洲的德国、法国啊、澳大利亚呀、啊、加拿大啊，现在是美国对吧？等等一些其他的西方国家啊，其实也会效仿日本，效仿美国。 但不一定是针对中国啊，人家可能会有一系列的针对外国留学生的相关的法律。这个呢，有一个背景啊，就是现在整个世界呢都在进行，呃，我觉得是整合啊，自己的自身的经济整合啊，自身的这个科技整合，整合自己手里的啊优势的这些技术，优势的这些啊学科。 然后呢，作为自己的一个工具，来和别的国家进行交换来和别的国家进行谈判。原因是什么呢？原因是世界不再像以前那么开放了，啊，很多国家像中国和美国，对吧？美国拿芯片换中国的这个稀土，那有些国家手里边有高科技啊，有这个大学里面的先进的技术，那他就要控制起来啊，用这些技术来跟其他国家进行交换。 肯可能跟中国交换，也可能跟美国交换。那未来呢？大家会看到啊，小国很可能被排除在外啊，有一些小国啊，很可能。